就是，好像想讲那个，想思想设计哈，设计个一个行业院儿去呗，是吧？一边听一边的好。那该找什么好？对。一个人也没说。定位点一般都搁右下方，比较麻烦一点。那改成定位点。这定位点是吧？这定位点改成右下。设置这个。现在是吧？你这就那这边多这。需要充电台，刚装好的那边是吧？多一下你是也吧？管一下吧。就像这个。这是吧？双击这个二十一这个电容。双击，插座，OK，现在连上了。连上了，智能动态开始，然后启动，对，注意啊，获取，没调整音乐。右键连方向右上，页面连上右下，对，是这意思吗？是啊，是是这意思就行，确定。还没过来。选这。这，图形相对位置，稍后第二个，右下方，OK，转一下去，好了，现在可以改速度，双击，这个是速度啊，速度，三百，多少？这个，200吧，差不多，好，一样。先让确定啊，在这里边一个信号的话，确定啊，下载，可以改变下的，载，也可以不改。可以，其他人不用了吗？直接下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可以。图形导进来以后呢，第一个先定一下。定位按一下，档，然后往下落，快接近材料的时候，按一下这个手型，变成慢速，切换成慢速，慢速看着这刀，好，一般切割材料对刀的话，对这个台面，要切透的话，就是刀尖挨着这个台切面的时就候，刀行，尖挨着台面，对，好，落这个状况就可以按这个低定位，是否确定低定位？按确定。然后按一下手，然后快速的把升升，然后叫它离开这个材料表面，就可以了。按一下高定位，这就是台刀的高度。现在呢，就是再按一下这个定位，就是定位的意思是起点，切割图形的起点，也是这个蓝色点，也是这个蓝色点，这个蓝色点，蓝色点的位置。可以先走一下边框，看一下需要多大的面积材料，现在都可以了，直接按着开始就行。这个开始啊，对，你扶着，开始，你扶着，它有个延迟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没有台道，可以设置上台道，在 R1 轴参数里面，一个旋转角度，如果是改成180度，它这个刀拐弯的时候就不抬了。如果改成那个80度，在直角的时候，它会抬起来的刀。然后按下定位，从这里开始啊。你按开始，它是有个延迟，你看抬到吧？你按开始是一个延迟，是风机吸附的时间。行，好嘞。